安泰设计师让我觉得跟家一样的嘛。 看抖音上视频，然后就过来。等了有一个小时吧。这是我来福州吃过的比较地道的福州菜。还有烧麦。我开店将近快30年了，18天福州家常的菜。 主要我们是火候看的好，它外壳炸的比较酥嘛，里面又比较嫩嘛。我觉得最早的福州的栗子肉是不用放茄酱的，就是用糖醋的。按我来讲的话，就是比较甜酸吃起来，真正那个栗子的那种酸甜的味道。 他比较辛苦一点，我轻松多了。反正我们会做，就是多做一点没关系。这他反正不要那么操心的是。<笑>一般我们伙食还可以吧，反正我们员工啊什么做事情也很累。你看最近。 生意忙一下，天天都做得很迟了。你看都是4点，他们4点多又上班，根本也都没什么休息。我们心里都已经很感激姐姐他们了，真的很感激他们。非常快，好像整天都是重复做的这个事情。说累会累，就是说，反正现在也做了这么久了，也习惯了。 安泰设计师让我觉得跟家一样的嘛，店开着，这样店能开着，这边不是都亮着，然后邻居没什么事就会下来坐一坐，所以说我觉得说安泰设计师的还是比较温暖一点。认识十几年了，啊。<笑> 我的好兄弟好，他的姑好，所以说他店里面开的生意越来越好了。